各位观众，欢迎回到我们在圆明台转播的今天这个职棒传奇球星的公益赛。说公益赛啊，就是把这个盈余啊全部都要捐到包括杨介仁他们的新生国中这样东部的球队去。现在比赛进行到六局上半，林仲秋还继续在场上两次打击，一个三垒的飞球，一个安打。这个球是一个飞球，应该没有机会上垒，遭到中间手接杀出局，一人出局。现在打击轮到刚才已经到一垒守备的童崇辉。三号正手右外野大关的童崇辉。我们看杨介仁那时候在当选手的时候，你好像都不会太激动，算是冷静型的投手。还是内心其实很激动，这回左外也没有接到，应该是这样子，因为不敢表现得太过火。左外选手杨介仁那时候在日本是打阿布七野，打了几年？我在日本打了五年。打了五年。阿布他公司在哪里？日本的哪里？在神户。神户。他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区域，他林义珍也是阿布啊，林义珍也是对，我是跟他一起过去的，是阿布街，他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区域，他就像是我们台湾的这个小岛的感觉。这球打在左外野方向，差一点出去。喂。看，进回到本垒算是 safe。翁再生这个球可以说也很甜，他也这个拉得非常漂亮。各位，翁再生这个球是今天第一个打到 Warning Train 前方的球，给翁再生掌声鼓励。非常接近，真是。而且我们看到主审认为没有touch到，非常非常的漂亮，在整个传接的过程当中，差点就让童崇辉在本垒板前。六局上半，三商也拿回一分，现在是5-7。听说明天的天气会好一点，刚好这个今天早上来的时候其实没有什么雨，现在好像渐渐飘过来，比较严重一点。真的希望明天的天气是好的，能够有更多的球迷能够进场，来为兄弟象跟同一师的一些老球员讲加油。是，黄志强这个球挤压到了，打成二垒的一个软弱的反弹球，在一垒前出局，把队友翁再生推进到三垒。像在学校当教练啊，这个国中球队，自己一个人吗？还是有助理教练？我们有，我有两位助理教练，然后一位是学校的体育老师，他也是这个老师，他也是棒球专长，是，所以平常你要打给选手接吗？还是有其他的助理教练？有其他的助理教练。如果说我们分项的话，那就需要打了。我大部分都是负责投手的。打击的是背号四号张建勋。就新生来说，你们的选手，国中毕业以后留在台东的多，还是到西部的多？我们到西部的比较多。大部分都是到西部，他当然在选手到了西部
教练会觉得说是培养成功了，被人家吸收走了，还是你会比较希望他还是留在东部，在家乡？那我们到西部的学生几乎我们可以分成是 A 段班跟 B 段班的话，A 段班几乎都是在外县市比较多，因为很多像国宝啦、高院，他们也都希望能够往一些就是基础比较好的学生。这个球张建勋打在右外野方向，还不中边冲上三垒，这个三山跟俊国都待过的，那现在还有在打一组，所以感觉上体能还不错，把范俊明送回本垒。大家好，双方这个真的还拼得蛮接近。我也是蓝丝带的球迷之一，蓝丝带的同学加油！来，我们三三啊，准备要领先了，准备要领先了，大家一起来加油！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垒方向软弱的滚地球传一垒，三人出局，留下张天勋在三垒的残垒。但是在这个半局，三商大有斩获，拿下三分，取得比数成了7-7，双方这个真的是难分难舍。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回到六局下半的比赛。